장면수第一页位欧文，中页位欧文就可以。可以不用交了，要交他高页位报警吗？没事，我们一般就加刚好高页位打开就不加了。他刚好打开。这里面用溶剂性。加点溶剂是什么？让他看，或者刚我们就不加了，就让你打的时候。这是测试，你先不要拍那个。要测试，它那里面不需要用墨水。溶剂液位不是也要加的吗？这个溶剂液位，这个溶剂液位都开始行了。这个墨水我们加进去，我们先。把那个黄龙都灌满墨水嘛，然后启动一下，然后灌满墨水启动一下。启动反光？启动快进一点。这个现在你是搞的是中文，英文的话去慢一点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放后面啊，看一下，里面有语言设置改一下。盖子不用打开吗？直接开机 OK 吗？盖子打开也可以。要确定墨线是。这个墨线一般我们调好的，都调好的。一般开机的墨线都会有。
回收的。做回收的，做回收管理。开机有这么长时间？开机啊慢，开机关机都慢。编辑信息啊，编辑信息。啊，你没什么要求就随便编了哈。各种字体，每个点阵的跟他关一下。我就打一排随便打。拿32最大。要不我给你们换一张白纸吧。